啊，那过来来看到罗岗的美食名店、宜宽顶的美食馆，加中华好食浙江行善团与美人偏乡关怀协会联手合作哦。十七号早起时，是来透过着复兴乡公所举办关怀弱势病人号的活动，捐赠一千份的卤肉饭以及 T 恤、外套，和复兴乡内114号的病人号，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爱心。关怀弱势病人乡亲，乡长张恩典。官员有妙观，代表会主席洪进雄以及民进党东部主委邱建虎来到公所头前的工厂做志工，来帮忙发送衫裤甲外套。五分三千斤哦，提供一千碗这个卤肉饭哦，啊，要来送给咱彰化县好德做工行善团哈。但是呢，咱好德呢就结合我们的乡公所。的资料哈，请乡公所来帮忙哈，请就一起呢，请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中低收呢，一起来领取这些这些卤肉饭哈，但是今天呢，我们福宝村的村长伊嘛提供一寡这个菠萝山哈，要来予咱在中地区的吼，感谢咱的云南镇哦，来迄、那个来叫咱公所吼来分一寡跩物件吼，咱的边缘户吼。啊，云南镇是足好的，一个迄个面，迄、那个面食的吼，因为卤肉饭嘛好食，吼，啊伊嘛常常吼叫阮某讲啊，一寡较变人户的吼，即届呢拢提3500顶哦，阮某叫阮某摕去分分的，吼，啊借着即届活动吼，希望吼双赢吼，咱即个再有法度做会到吼，来加来吼多做一寡关心嘛，互煞变人户。这样你要有爱心嘛，啊他平常啊吼。就很乱热心公益啊！即届吼，伊也麻烦吼，咱的乡长啊吼，来代发咱这1000张吼，诶，这餐券，啊，要给一寡弱势边缘户的吼，就是有时候可以享用他们的餐点。啊，因吼，诶，卤肉饭，搁因的面啊吼，拢非常的好食。这是呢，啊，给因一个这个温暖吼，啊，会当呢，啊，食着好食卤肉饭，上个重要呢，咪当来提供咱卤肉饭。啊，好食的这个所在吼，啊，也感谢咱的善行义举吼，和咱的凤阳充满了温暖吼。最后，乡长嘛专程来到因宽顶美食馆来敬上感谢状给头家，感谢伊发送每一户百年头家庭八张的卤肉饭兑换券。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意，因为这样做能让社会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温暖这样的。感谢社团以及爱心人士回馈社会，让弱势边缘家庭得到实质的帮助，也让乡亲感受到社会满满的关怀。大众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